我要挑一个钻戒，是给那位小姐是吧？嗯。请问你对钻戒有什么需求吗？大，把你们店里最大的钻石包起来。姐姐，我能吃一口你的冰淇淋吗？那我也要吃一口你的。那不行，那我也不行，真小气。没见过你这么小气的人。 难怪你没有男朋友，你，走，我想回家喝奶茶。